这几天心情糟透了。前几天因为农场的事情跟文雪吵了一架，这三四天都在冷战之中。本来想找个机会两口子好好的聊一聊，他也一直躲着我。我睡这边他就睡那边，我睡那边他就跑到这边来睡，打电话他也不接。要去服装店看能不能碰到他。其实我是最讨厌打冷战的，很难受啊。有时候小两口一吵架呢，其实最担心的呢还是长辈。150米处有连续违法开闸，想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吧。前几天因为那个事情跟你吵架，就错了，要给你道歉。那你说你哪里错了呢？我不该跟你要钱，乱投资。你以为我这几天在气啥子？你自己去看一下你的视频，你在视频里面都是摔筷子摔碗的。然后这个还不说，还去农场那边自己录视频，在那儿抱怨你那个视频是为了给哪个看嘛？不就是为了给我看嘛？现在目的达到了噻。妈也给你打电话过来，还跟我说，你做这些事情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下台来嘛，是不是？后面舆论给你压力越来越大哦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就只给你拿钱，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？以前还在视频里面说啥子我不理解你，你觉得我真的不理解你，我会让你去承包那个农场吗？你自己摸到你良心说。哎，我那个真的晓得错了，不该对你那么凶。你晓得错了就好，后面好好表现嘛，听到没有？那最后再给我5万块钱，真的，还是买点那个卤面。你今天是不是？你认真的吗？啊？那个事情是不是就没完没了了？你说还有脸不？5万？那不然啷个弄嘛？这个，唉，张导一分钱都没得，绝对不可能。哎，莫那样子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在聊吗？好，那要不这样子嘛，我把银行卡给你，以后所有的东西你来当家，钱那些我都不够问了。你来感受一下当家容不容易，可不可以嘛？你到时候你想投资啥子，你想用啥子钱，你自己把拿去花了就是，我都不管了。我还以为你诚心道歉，没想到你还敢厚着脸皮来要钱。我就是诚心道歉、啊、要诚心那你就真心点点。来，姐姐，我们继续工作。哎呀，来嘛。哎呀，搞啥子哦？来嘛。哎呀，爪子嘛，我在上班啊，我要上班。来了，后面在忙，你晓不得在忙吗？下午的事。两个人哦，吵小声点，等到我们上班都没得行程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有点像个无赖，晓得不？你真的就是。好了，那个到时候来指导啊。好了，回来嘛。狗屁膏药一天天。啊，痒。说了嘛。哎。张导，我跟你说啊。这次我就算原谅你了，下次再跟我顶嘴再追究，我把嘴巴给打肿。还说的正事啊，能遇上这样那么黄气吗？那不是
好嘛，到时候把那个鸡全部逮到，把它炖着吃了，好吧？那不是。对，还有我啊。那不是。然后他们拿去杀，杀了吃，全部把它吃了。哎呀。